Hello，Hello，hello, 各位好，再来我们这只冶金鹰哦，冶金鹰的红中霸哦，现在大概要喂食它了哦，它有听到我声音呢，正在喂食它嘞，啊，很乖哎，来喽，我要丢喽，准备好了吗？嘿，我吓到而已，我没有注意到，嘿，嘿。有没有？各位有办法想象霸王是这么好饲养的吗？嘿嘿嘿嘿，有没有？吃掉了！霸王会难饲养吗？看我里面好像完全不会哦。半年多8个月了，各位还没有我的大拇指大。所以各位，你在收4到5公分的霸王，价格你在外面的那么高，你觉得会贵吗？我是觉得，只要是合理的可以收藏的范围，我都觉得还好，好不好？OK，待会我要再来喂食我们这只。暗黑破坏神，噔噔噔，很漂亮吧？哦，好，吃这样就好了。待会我们换这只暗黑破坏神了。怎么样？做一个特写，帅气哈。好。